懒猫在叫嘞，懒猫在叫，靠北，那是我家的猫了。那魔镜是不是好像会第二名吗？还第一名？颜值飙高都好像有点强哎、欸。嗯，不好说哎、欸。他每天两高跟你，他马上两胜了吧？我们是有人去厕所、啊。我拍了。可是那个好像没有季后赛啊，好像会同分的。林特在吗？最高分的打还要打冠军赛。有吗？没听说。先看官网是有。有啊，26号。26号怎样？26号没有，就那个实况组杯的冠军赛。哇，特哥那一队好像不太。已经没有了吧？目前零二啊，已经没了。零二要怎么进啊？哦，还有季后赛啊！还有季后赛，为了荣耀。没有季后赛，没有季后赛。我从一开始分最高了两名呢、啊。我从一开始都没有期望过季后赛。你就只剩一场可以玩了、啊，你剩一场，你只能再嗨一场、啊。每一组都要打一个，希望能打出职业选手的风采。你还有一场的机会啦，你剩一场的机会可以打出来。啊、哦，我一定会打出来的。火龙回来了！哎呦，火龙蜜，我说他回来了，叫他好好看台学习。贴王子给他，好好学学好吗？这才叫中路，不是、啊、二中路不是盾是剑啊？嗯，我操，你怎么出剑呢、啊？不是带剑吗？哎、欸，不是啊，不是带药剂吗、啊？你怎么又有饼干了、哦？没事没事，中路中路本来就有饼干，好啊。你看他们辅助也有饼，我们辅助也有饼干啊。我是觉得火龙 main 中的 main 酷鞋是不是要现在叫他回来了？期待这一个出现。没事没事，常见也能用啊。啊，不就冲三项之力跟火炮啊，还有武镜吗？讲了三件装备。嗯，就那三件。你感觉先，你要先出奇魔剑是吧？哎，某某我们退兵。要塞奇魔剑。他们两个一等贼强，别退兵。哦，塞把西魔剑，他们一等贼强哦！你说那个一等点 W 哦，我把打下来了。点 W 超屌啊！我把打下来不就好了？不是我那个快啊，点 W 两，如果配瑞克，我怕打一下等于两个人打一下。我、哦、干这么神啊！哎、欸，他们只能说他们一等的时候有四个人的输出，你知道吗？哦，那听起来是真的很猛。他们没有，然后六娘这边开哦，应该这边。哎，点 Q 的是谁啊？哇，你一个预判错！不是，这两个等级是什么概念啊？他们不是六鸟开啊，我不知道哪边开。龙兽刚刚从鸟走回来的、欸。没有，他应该单起三了吧？他没有。没有，他单刷三了，他可以单刷三了，他应该三了。八三三。带金魂。对啊，带金魂。那这两个都等级是什么概念？可以哇塞，他好痛哦！没有，我刚放过那个石头。来推起来，推起来！会同时上二哦，他们比较早一点。没啥，他们两个就进一点，把他上二也不怎么样。往前！哎，龙兽往下，没有，龙兽还在中。放了两只。对，龙兽不见，龙兽不见。没有，龙兽在中。他在，可以打。你刚往前倒，我们应该可以爆他。我跟龙兽消失了。没有，他只消失了一下下。勾到他就出来了，勾到他就出来了。可以啊，我可以先一，你再勾他。你要往前走的。来 ，go go go。我靠，我家飞很远。好，转转图片卡。在哪里？上路啊。没有啊，扎克开蓝的话，他现在不在这里啊。我们要可以打吗？我带点蓝，我可以去。带着点蓝。可以啊，随时都可以打。他开三蓝吧，来哦，他空招喽。哎，火龙，哎，那个恐龙在往下。加反。OK，AD 没事，没事。哎，刚扎克。好。我在打哪个？到交战了，真的吗？哎呦！小孩子秒一，来吧，我一。我操！龙兽在往上哦。
我没魔了，某某龙兽在走、哦嗯，我不跟了、哦。好猛哦，乔老师，怎么臭啊？完了，我没带虚弱哦，兄弟。超哥，点他，点他。哎呦，哦，你老师，哇你没？我、欸、他没死、欸。啊，他中路没魔了。啊，这波我小费了。他有多 buff。 哎，某某刚刚闪对不对？一个下路三招都没了，我还要闪。我没有灯笼，某某，我四人才会点。我会跳下啊。哇，你在这边，这波危险。为什么他跳不到啊？他跳不到你，我不让他跳你，我不让他跳。龙兽 recall 了。让我看。我觉得应该带。好，你带。根本被动。我灯笼还要一点哦，我还等一下。好。我砸下，砸下，来砸，来砸。我来走，我来走，我来走。先打龙兽，先打龙兽。打更没下。再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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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走。没 AD， 没 AD， 没 AD， 没 AD。可以吗？不行吧？可以吧？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打后面，打后面。帮帮我们龙。对。哎，永杰，我们出去，永杰，我们出去。你出得去吗？干嘛？我们就出不去了，我走了，兄弟。不是，你为什么要走进去里面？我操！我怎么知道你怎么闪进来了，兄弟？被干爆了！你为什么要进去里面？死啦！老陆再见了，再见了，再见了！马上逆风开枪，干火红夏，你在荧幕前笑得很开心哎！哈哈，再不等我啊？不是，你们两个刚才这么一起往后面打一击就好了，我们就可以走掉了。我们应该飞走的、啊。应该直接跑啊！应该看丁特死了，我们就不要，我们就直接卖。还行还行还行，我们中路还是稳着的。没事没事，我中路稳着打。他们避回，他们避回，控他们，控他们，控死他们。他们恐龙不见了哦。热焰。我们下了一个很大的存在。恐龙又回来啦！哇，恐龙装很好。来逆轰开局，逆轰开局。没事没事。这我吃。喂，兄弟。你来你来你来。我们下路应该打不了了，干这个瑞风二零二。打这六个，他想跳你，他没被动，我可以来，我可以来，他往上，他往上。打回来这。嗯。恐龙往下，恐龙往下。OK。哎、欸，应该杀丁特哦，丁特应该找你。下路没有闪现了，我过来了。然后对面两个也没有闪，但应该不好杀。下不用来。我推完这一波中，我想回去拿包了。快去来啊，龙兽去来。我回家拿包。他刚打完来。我被他发现了。你补一波中嘛，你补一波中吧。啊，对不起，对。保你还好吗？我还好。哎、欸，达哥下哦，达哥下。他红是在，他上部野怪还在哦。他是吃完蓝然后直接走到这里。我可以飞哦。那就先回吧。啊，我到了，我到了，我到了。上门闪，龙上门闪。嗯，应该还有吧。刚刚杀你没用吧？我们家的保线应该比较慢哦。
狗塔一样可以打魔魔，打开在右边哦。哎、欸，好像比较早哦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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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吃完这一波，我飞上了。我回去我们干他，我回去我们干他，他打不过我。你中线你停得住吗？可以啊，他会一直推我而已。我在往上跳。哇，被暴虐。干嘛？哎、欸，砸哥好像掉进去。哎、欸，砸哥在这，砸哥在这，来来来。我在走，我在走，我在走。砸哥，龙说要到哦，我可以飞哦。还有哇哇，被带走了、啊。我盯着麦斯盯着。哦，他机标可以打，可以打，来，全收。可以打，可以打。我一，一能啊。对哦。一得到吗？没有。太猛了，真的。太猛了吧。我被贝特，我被贝特。我中，收了，收了。我没魔了，我不会过去啊。哎呀，要跳走了。硬跳哎、欸，他是叫他是闪跳啊。病是不是？换一个闪，该跳上了。我也闪。那我们赚助攻就行了。妈，我们要打不赢啊，勾到感觉什么鸟？我们有打野了，可以。嗯，前面波队。哎、欸，上一波你被秒是正常的吗？嗯，你上一波那样死是正常的吗？感觉蛮怪。正常的，正常的。龙抽会往下哦，不然就上面也要小心哦，上面也要小心哦，完全看不到他。我走。再上。我帮你扛一下，我推完中路可以往上。哦，可以顶到他。我在看。哪的？还有闪吗？还有闪吗？他不会跨。我会到。五秒钟。受不了了。可以。给你踩了。你应该可以收他。Nice， 去。好，我可以压了，一定没血了，来吧。打够可能跳下，小心。哎，没有 ，AD 剩200滴血，剩200滴而已。没有，打够在这。靠这我说，你要想。那还是出眼月。对啊。我不给你，他回归自我了。我想试试看。要不要来顶一波龙兽啊？不然龙兽要跑了，龙兽又不见了。可以。等我一分钟，我一分钟有闪，你有没有加闪？他刚什么时候脚闪了？我看他一直都没脚闪啊。龙兽在中，打那么激烈，他一次打那么多的，可能是在下路杀你那一次。可以找他。好，在这里哦。我来了。我在，这边龙兽很好。打掉。我这边很好。还不能打。靠一下。帮你跑啊，摸摸，加油。做点事。恐龙到啦！恐龙走了。可以打，帮我点他。啥样子 ？Nice。我来。追不到了、欸，我去推中了。我要回上。以我们两个想打死这个恐龙。我们下可以推中了。小终点。他们想要直接摸下塔哦，我下塔要放。来吧，一起来点。我来。你用一到闹一下兵。哎、欸，你小心那个瑞控在开你哦。那、我知道，你们可以点掉吗？你看一下哪里掉，闹一下啊！打到那边，会赢。拿掉，我们往上走。拿掉。OK， 可以，太爽。我去吃他野怪。
在这哦，贾哥在了，那我要出事了，救一下。哎，在，我出来，在，我出来。里面的，在里面。没事。我往下靠，我往下靠。不要打，不要打，不要打，碰个就好，碰个就好，碰个就好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可以闪，下可以打，下可以打。AD 也来了 ，AD 状态比我们好。没有，没有 ，AD 在中 ，AD 在中。打不打？哎，那可以有机会来，不要不要，退吧，退吧，退吧。我钱很多。我们把线整完，然后慢慢回吧，这样我们下塔才不会掉。嗯。等会哦。再一波吧，再一波，再一波。哎、欸，没有没有没有魔，没有魔剑。哎、欸，这个库奇现在是出法穿鞋了吗？还是攻速鞋？对对对，法穿鞋。法穿鞋，法穿鞋，攻鞋。我拿包了。我等等推中拿蓝，然后去飞上路。你上路做个机会吧。哦，那个龙在下，龙刚回，龙刚回，他回了，他回了，没事，我还是可以搞到他。怎么搞？达克下路哦，我们归一点吧。我直接进来了，我直接进来了。嗯，我可以演一下，好像不要。你要小心哦，热红不太好。枪开的，然后他热红不太好，你跳吧。拿塔，拿塔，你拿塔。你们拿上吗？你们拿上吗？还是要小心，他可能继续蹲。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我全杀。打他，打他，打他走了，打他走了。我是这个，忘记你稍推线掉。这波不要打比较好。我去推线，我去推线。二米来跟我吃这个，他要吃，他要吃那波线，刚好可以吃掉。扎克在三蓝哦，中路小心。嗯。我打门眼。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。我要回来。哎，扎克下来了，扎克下来了，扎克下来，扎克浪费时间吗？我们吃河蟹吗？我们吃河蟹吗 ？OK， 免费的，免费的。我们先要小心点，萌萌。嗯。好缺蓝吧？我怎么没蓝啊？我跳了，跳。下一个给你。我可以下来，我全招。这里有龙兽哦，可能扎克也在哦。哎，你们下路小心哦。嗯 ，OK。扎克，我觉得绕回这里了。已经满头。好。要大招。那不急不急不急，我观察一下。要塔掉了，没有下波塔前，我觉得你可以看看。扎克是有提示。哦，应该不用不用，他们退了，他们退了。你走吧，你走吧。龙兽在这。可以帮布一下这边视野吗？我现在没有眼了，我现在没有眼。要掉啦！塔剩十三滴，中小塔剩这个塔剩两滴血。我下粉，我们被看到了。龙兽在往上飞哦。小心，可能会掉到后面，可能啊。等一下吧。辅助回了，辅助回家了，辅助回家了。空回，直接压，直接压，拉，直接撞。你记得扣一哦，位置。好。哎，他上中上，okay, okay, okay. 他们下放了。打大。哎，贾哥小头，贾哥小头，上面推掉，推掉，推掉，推掉。我撞。龙兽在往下哦。我死了，没办法。有灯笼捡得到吗？我看，退吧，退到底。等不了。一。可以。不用，不用，没事。哇塞，死了！哎，这个东西还在吃，还在吃我。没有啊，就跟不到了，我就去发育喽。看贾克是没死。那我弄他们回家吧，不然我就直接回了。我弄不到哎、欸。还行啊，他我们都拿了很多。还会闹到死掉。打不赢哦，打不赢哦。小心哦，小心哦。这风没大，我补个三箱。那就我们还是有塔的优势。他们很大一波。我去上吧。你好一点中路啊，不然蛮容易把你搞死。哎，不赢贾哥是啊。酒桶可以来我这一条线一起杀人哦，不是龙兽哎，像这一滴，哦，搞他，
直播上路有机会哦，我们有船，他们没有，我们走。这边有人，这边有人，这边有人。不管他，他没有人，应该是那个。两个在中路，两个在中路。都在上啊、哦，我视野随便下下走。哎，两个在这里哦。我有灯笼哦，我可以看他们。龙在中。我来了。马克会跳，小心。我在抓他指向。知道我。哎、欸，上路上路，龙凤不见了，龙凤不见了，龙在中。我有灯笼，我有灯笼，我有灯笼。马克在这。可以吗？我要回下手。OK OK OK。搞他蓝，搞他蓝。我忘记你继续加，我去搞他蓝。嗯。我摸不太够啊。哎、欸，马克掉他小。灯笼哦。我回了，我回了，我不太重，我直接走。看他蓝，看他蓝。我绕过去，我要先从家里面过去。永杰小心点，别被开啊，没人哦。嗯，我先推一点。拜拜。哇！我用干。哇！蓝猫上升了，蓝猫上升了。直接撞了。蓝猫上升。蓝猫上升。你说上升对面还是上升？抓下去，抓下去。你准备给我灯笼就好。好。那我不靠了，我不靠了。哎，上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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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上上，你上上，你上上。我在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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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走。永杰在这里，永杰在这里。还有这个啊！我死了，我死了，我死了。对，那个对空那个是脚闪的吗？来，掉了，还可以接受。往下走了，往下走。瑞空从左边跳。瑞空没大，瑞空没大。瑞空没大。收我拿包了，那你再推一点猫猫，我去补一点。我退了，我退了，退了。红是永杰拿比较好。那给他拿，给他。我可以拿。不要想要懒 buff。我拿完这个包，我们去 B 八龙吧。这么凶，我没物防、啊。哦，你没有物防啊？团团队。很多 AP 啊。可以把他们引过来吧，拆一个眼把他们引过来吧。哎、欸，我这波兵十一等。哎、欸，这边有人哦，但我不敢过去哦。哎、欸，这边一堆，我猜有两到三只吧，至少两到三只，危险。龙舟要先到点，差三百号站。我去上路了。他蓝 buff 可以给我吗？哦，你要蓝 buff， 我蛮缺的。哎，拿你拿你拿，扣一下就好。还在下哦，还是有 TP 好威哦。这边两只，达克跟瑞空在他们八龙。哎，兄，我吃完蟹回去。哎，有眼。维新维新，达克可能会跳我，他在上路，他跳了你就把他拖下来啊！你们这边都是没有眼的、哦，这边没有眼了，这个眼没有清了，这个眼没有清了。我买号站，这边上面好像有，好，你先回，你先回。我们就八龙四也不要给吧，给他们压力。有点，猛我推一点，猛我推一点，维新。掉，借支点钱。视野好黑哦！我们八号坐，走吧走吧，陪我坐上去，陪我坐上去。我扫我扫，没有我先我先。可以勾他。哦，打枪打枪，没事没事，可以勾他们。我继续带上。嗯。哎、欸，我摸粉影，我摸粉影。哎，我在旁边，我在旁边打你。下路，哇 ，nice！ 哇，又刷卡了，太扯了吧？对面有蓝猫，下到这，我靠，怎么有这个？哎、欸，可以带，可以带身哦，我可以点他上卡。我进来看看，没事，没事。被救到你，被救到你吗？哎、欸，我们带上吧，带他没过。我点上卡了，点上卡了。哎、欸，你不要救他。没事，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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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事，拜托，拜托。不是啦，兄弟。我过他们直接，我过他们直接扭距一点。你控兵，你把兵弄了就好了。我有灯笼哦，你可以去鲁桥。灯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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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灯笼。我
没等到罗永杰，跳进场地。好，希望能睡觉。等一下吗？等一下吗？等等五秒，等等五秒，等等五秒。拉一下，拉一下，拉一下。低下，等等，低下，等等，低下，等等。还可以 poke， 还可以 poke。帮我，帮帮我，帮帮我。啊，我先。他蛮惨的。应该包容，包容有机。这包容状态没很好。找这里哦，还是找这里哦。他跳了龙兽会过来啊！为什么准备勾龙兽啊？帮我快掉！我扣着一，我盯不到扎克哦，扎克我现在盯不到，扎克会下来啊！先杀夹克，先杀夹克，送头，扎克送头。别打包，别打包。他变这个还可以中级啊？知道。跳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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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跳吧。哎，帮我射他，帮我射他，他会把我追死。我没有技能，我没有技能，兄弟。死翘翘啦！干！你们应该直接卖一个就好。还是应该卖我啦！我应该直接卖。天哪！结果死了一堆人。要是有个一就好了。他没招啊，没招你就直接卖他啊。我刚才是，我刚才思考我的技能不能断他了。他龙兽好像有点强哎、欸。蛮没脚了，太追啦，冲的爆炸。现在的装置要出屏障了。龙兽没闪哦。哦，他没闪了。我守一下火龙。哇！最会重击的男人登场了，真的。哎、欸，大哥，你要拉了，你要出事了。八，我们的八龙，我们的龙种。最后一条八龙，我活下来啊！哎、欸，你还能活哎、欸？他们根本打不死你，打你都没有伤害啊！哎、欸，打那个 AD， 打那个 AD 啊！哇，好硬哦！我不行了，我不行了，兄弟。我行，我行。欸、这个装备就很狗、啊。到底是他们抓我还是我抓他们？我打懒了。你打那么硬啊，兄弟？欸、我不去了，我不去了，我上半局。有花龙了，有花龙。我加了。接招，接招，直接先。我八龙。我跳一下，我在底下。我不在啊，我不在啊，我剩三百滴了。兄弟，你很凶啊！上车！你要比车凶啊！走起！回去补装再打下一波吧。兄弟，别吃我蓝啊！真的超缺，你可以吃其他野怪。要不红霸给你吧，别动我的蓝霸多好。没没没。红霸给你都出来了。蓝霸比较重要啊，要蓝霸真的很缺啊！我超级 AD 在抢蓝霸，不要红的。超级有够缺蓝的。好运姐不会缺蓝霸。他想一直放一哦。我杀一百五大招，可是现在那个E还蛮坑的，两百滴而已吧。主要是缓速啊，又不吃系数。我也很缺猛，其实我这套出装。你不是演月吗？没有，可一般会我打砖又不会回魔，但是打野怪会回而已。哦。打太久了。准备出击。喂。
往下跑吧。你要下好点吗？往下好点，点下路吧，点下路吧。哎，夹克回了。白克回了。哎，下塔可以直接点掉哎、欸。你要不要咬他？你要不要咬他？我在，我在，我在。被咬死、欸！直接把他咬死！兵豆跟你竞争吗？我跟你竞争吗？我跟你老开啊！我依靠着翻达克，我依靠着。好、哦，我信你啊！我信你。我可以撞达克这样，中断了，中断了，中断了。别打下，别打下，别打。哎呀，我刚闪下来了！拉下，拉下，拉下，拉。来喽，来喽，来喽！好，可以哦，可以哦，位置好。我打，我打，我打，我打。AD 过来 ，AD 过来。来两个。还是下路那个东西不是辅助吗？他们龙兽一死直接爆炸哎、欸！他们最猛的倒了，他们还有一个机会龙兽杀。嗯，还有贾克斯好吗？我可能可以打我。贾克斯怎么？我依靠着翻贾克斯。没了吧，没了吧，没了吧。狙狙，击啦！嗯 ，GGWP， 狙狙 WP 啊！难道最强阵容被看到了？不要火龙是不是哭倒在荧幕前啊？我们不要火龙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学 HQ 看 F 分数好了，火龙好像没账号。那哈哈哈哈哈！哎，那我其实他还蛮强的，看 F 分数啊，学那个 HKA 啊，看 F 分数决定谁上。哦，对，肯定垫底。那我这个钻石五还是可以啊。我金三其实也上得了场，因为有人没有韩服账号啊。英雄可以，他还没搞到吗？啊，他搞不到啊，他不说他没有人权。所以今天团练结束吗？对，团练结束了。End。明天下午，明天三点啊，明天三点啊。明天阵容怎么出教练？明天阵容，我觉得火龙可以继续上课啦。火龙可以上课，七点再回来啦。好了，没有了，明天应该养火龙吧？看谁上再说吧。拜拜。哎，明天不是有人在吗？啊，明天怎样？哦，没事，是今天了。哦，好。对啦。OK， 拜拜拜。